看的样子，我会帮你遮荧幕的。哦，你家小你也想上相哦？那我给你上相。哎，你妈看到鬼吗？哦。真的、哦，我都有叫我妈跟我爸，他们不会怎么样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吃的饭，哎，我准备好还有，但还有这样比较好。你点好了吗？嗯？我妹跟我爸还有我妈说，我要跟你出来吃饭，等下带他们一下。你点好了吗？一点的。这个？对啊。我看一下，我要点什么？我来为你。哎，干面是冷面吗？应该是吧，干面呢。好吃。我不要是番茄，我不想要番茄。中等细面，不加豆芽菜。哎，我们这个要选什么？木村拓哉是怎样？好了。两个价钱，我送出单哦，真的哈，这好像好好吃哦，好想，好想吃一下，超美味的。我会把你放在我的 YouTube 上面。哒。你家哪还有带衣服？这样子小玩。你就赶快吃啊！赶快吃啊！带衣跟这个不一样。防晒不是吗？哦，我脖子好酸哦，感觉好像好好吃哦，我也想。然后对，去做别的事。饭类。哦，还有芥末叉烧，你应该最爱芥末叉烧啊，你不是最爱芥末了吗？啊？这里呀、啊。饭类芥末叉烧啊。我可以再帮你点，你最爱辣的，芥末就很适合你的辣味啊，呛呛辣辣的。真的。给谁？给你的好友。去做事。好。男生讲话。的地脚轻啊。对，是有听的。没有听到。那你怎么听到？要去就好。没有。你有看到吗？
你在看什么？没有。喝个两口。嗯，好喝。前面的公车站，我们回来帮他找公车站。美味。我有在叫你。其他这样讲吧。可是我比较想要拍你，觉得你吃东西还蛮可爱的。要吗？我转过去了。那这个叫概念是不懂的。你要用什么？用那个挡住。大陆就叫什么？啊，那挡住不好玩呐、啊！你挡。他有来过吗？有啊。然后有来过吗？哦，有。你在那边拍下哦。你先讲吧。嗯，悟到了。好吃哦！你吃完了？这么快？吃完了。加一元多一件。860。好饱，好满足。